我爸，万地神明，你莫给白地主要向我讨命啊！白地主，伊讲伊是圣人，化生在龙洞山，被太祖国皇帝所斩死，伊要爱老死的子孙性命。 兄，梦中并不是事实，你哪能会心痛？不过，哎呦，啊，好像，啊，好像，我的心肝，哎呦，好像，好像，我的心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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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
我在梦中不想听的面他跟我梦更火了，我是朋友这里红多，你的心机实在太可怕。不行，今日的天两天后就发作。哎呦呀，心情对不起。你老想着恁恁，我也无想要活啊。放心，你无怪你。那拢是李妙文，我基本做这么不幸的人啊！好笑啊！李妙。
金刚啊，好想你，伊妈。受着惊吓的，在下不但当顺利带着中大夫考注意神仙为师，而且搁在教训了一年的天道。天下间有真多自作聪明的人，却是反被聪明误。像老兄你这种大智若愚的人，确实是罕见啊！电影太过夸张了，在下只是拄好有扎起了家乡的石头。所以才当教父今年的骗徒啊。嗯，尤其是富有林兄要来向你讨三好，却是不敢的吧。现在是冬天，天寒地冻，所以在下曾经说出了客栈的所在，打算以后要是都要行医啊。老兄你提心吝啬，果然在下无看不起啊！问我这位朋友，你请你来啊？大爷，大爷，我有眼不识泰山呐、啊！啊，你哦，可当作鼻鸟同款，歹势歹势，是嘞吼、哦！啊，也是讲吼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歹势啊！你啥货提醒我？好啊。朋友啊，那有啥好奇怪啦？但我就是无啥好穿，唔知毛在布地。那你捌听人讲个？人小姑你讲哦，皇帝毛欠苦银的时阵啊，啊你甲我讲奇怪，你唔打闹鬼心啦？朋友啊，是怎样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以后行李，以后你都要改邪归正啊！哦，对了对了，我一定改，我一定改。以后我目睭会比较金的，那穿遐尼巧。我未要见面。哎，朋友啊，后悔有期，后悔有期。看起来是一点仔悔意都拢无，真是无药可救啊！看伊面上较激动，却有光流的福运，实在太奇怪。
林兄。会危言相听了，现在天下无事，局势安定，汉室交战稳固，怎能凭什么上林之术就信靠胡言呐？小林骗道一旦出头，天下必定大乱。调动之兵，将有尽可怕的变化。相冲，相冲！皇上突然连臂，情况危急。我王母今晚接受十年，为皇上添寿。求主神庇皇上，早日平安无事。王母。你是不敌太阳，太阳加毒。你是在真忠心，对皇上也太好。这是应该，皇后是迷信的弟弟，我不为皇上设想，嘛是爱为皇后设想。天下父母心，拢是同款。咱今来去明宫探视皇上。是皇上，皇上，你竟然病到这么严重，实在太多你太多你了。哎呦呀，这些都是安汉公的功劳，这是咋有功劳？所以并不是破病，并不是病，我们都死了。哎呀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皇上，你一定是病好多啊。请你相信我，我是皇太，俺汉公家为皇上列兵在清华，你不想接受，在这个急救上场，你要来？皇母，你救得真好啊！爹啊，今天你这种代志你也做得出来，你明明答应我，我再讲啊，不言不言，只有害着你，也不认同你的人。
皇上，王莽，你听清楚，你无得意，无欢喜，情关发誓无了事，菜汤吃菜菜卡死，你比脸是的不离不断事。皇上在那讲啥？民心拢听拢无。你讲啊！